花旗之間竹竿且慢，又喺馬路上之後逃去。警方深入調查同分析大量嗰度電視片段，就喺傍晚10:幾發現呢名男子進入東大街一座住宅大廈，於是將佢拘捕。不過清場是飲食業正合理調查，警方相信佢係單獨犯案，仍在調查當地。今年諾貝爾化學獎由3名科學家獲得，以表揚佢哋喺發展。